君嚇，真係好多個朕喎，好難搞嗰啲係啊，所以咁多個皇上啊入唔得喎，咁我唯有做，我唯有做皇上啦，我唯有做武則天啦。武則天可以超多人喎，唔緊要啦。好，好啊，靠 Lily 唱喎，你要帶嗰個花花蝴蝶喎。OK 先 ，OK 先。好，我唱多一首 Patrick 歌 ，Nicky 係好中意嘅 Patrick 歌，好中意嘅，成日都要我唱我年紀嘅嘢，講下笑啫嚇，成日都要唱我年，我唱我年紀俾你聽下先，係啊，17歲，一齊唱啦，陣轉頭我哋唱呢、這個。同 Lily 合唱完先，哇耶！記得 keep 住張飛啊，因為要抽獎。17歲那日不以為參加了挑戰，明星也有份臉，但短短一年太新鮮。記得四哥發哥都早已見過面，後來榮升主角太突然。这是谈风变，来听我唱段情歌，一曲歌词太经典，我的真音假音都早已太熟练，然而情歌总唱不变。喜欢我别这脸，任由途人发现，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。
夢伴啊，定係都是你的錯啊？夢伴咯，唔使諗就揀咗夢伴咯，第一齊咯。係咁又係，可能我諗住諗住車嚟嘅。夢伴，陣間就 Lily 唱啦。你唱完之後，我哋唱完之後就會唱。冇嘢做我都唔做運動嘅，係啊！而家要練舞，我哋要做運動啦。交俾Lily先。心思开始怀疑人生。
生，每次都是伤心，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，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管。刚才还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总满是悔恨。你说你曾经和伤过的苦，找不到可以伤心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从此开始怀疑人生。才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。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，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总要不必管。你是在提啥子呢？提起我们放歌的时候。想你，我爱上这秒杀，活活一个注定。
拜拜。
突然没有了你的影子，孤单时刻无人带领，留下我这个痴情的人，多想回到我们的昨天，我会爱你一如从前，想起我们不再有明天，我的泪水在枕边蔓延。我错过了缘分，错过了你，你的温柔从此在我梦里是与非，笑和泪如今都变成飘散的记忆。我错过了缘分，错过了你，只好偷偷躲进无人角落里，心伤了，情断了，漫漫长夜里我一个人哭泣。我错过了缘分，错过了你，你的温柔从此在我梦里是与非，笑和泪如今都变成飘散的记忆。我错过了缘分，错过了你，只好偷偷躲进无人角落里，心伤了，情断了，漫漫长夜里我一个人哭泣。漫漫长夜里我一个人哭泣。唔好勾起你的傷心嘢啊！好，我仲有一首係一首電影唱歌，係我哋嘅爸爸啊，強哥爸爸嘅電影唱歌嚟嘅。係啊，睇下強哥爸爸喺咪直播間度先。強哥邊個強哥啊？咁大聲嘅你啊！我知噶啦，知呢首叫做《似是故人来》啊，睇下去边先，咗入边嘅，哎，喺度啦。睇爸爸喺度先。Thank you.
留下我在世间时中留，临别以前如像不及当日那么好，今夕厮守与共分手，爱得有还好，十年后相识那年后大老超啊！大老超，呢個係比較照，比較照。唔識我你解下。係啊，你好睇啲啊，成哥。你解下玩咩？真唔識。啊咩啊？你解下玩咩嚟？咩解下咩？你解下玩啊！呢只呢個係咪就係咁轉㗎啦？有咩內疚？有咩內疚？比較照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个癫癫鬼飞变身，系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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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系啊，呢个一开佢就我就会变身做癫鬼飞嘅，系啦，我出来要你揸住支武林圣火绫添啊，喺度转嚟转下，系嘛 ，Mimi 你帮我重新开个直播啊，唔知做乜识咗，好，咁啊，我唱多两首同 Lily 合唱一首，然後唱最後一首就下個禮拜五再見，唔係喎，下個禮拜唔係五喎，係喎21號喎，係啦，因為我有少少想問下大家意見啊，即係你哋年初四定年初五係 OK 啦，唔係我哋再出嚟，我哋。因為我和 Lily 準備了一個特別節目，就是上年新年的幾日的，係啦，咁但係咧，因為星星金曲嗰邊咧個時間好像有啲相撞，咁我就係啦，就我本身定咗禮拜年初四嘅，咁可能有少少更改咁樣樣就係啦，始終我哋星星金曲都係要留翻個時間優先嘅。系啦，咁我睇下你哋年初五啊、年初七啊咁啊，边日得或者年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日日都睇下边日得咁样咯。系啊 ，Lily 唔得喎 ，Lily 年初一二三都唔得。系啊，咁我年初四五六，年初四五六你哋边日得啊？你夠信心邊？年初四，好，啤酒哥哥啦。我真係日日都得。系啦，初一都唔得，成哥咧，真系隨時都得，哇！啤情哥咧，暫時未知，火山哥咧，嗱猜下咧，我哋呢個靚哥哥咧，係啊，年初一、二、三都真係，咁我哋可以年初四、五、六，年初五咪得唔得啊？喂，唔得，年初六咧都唔得，係年初四喎。咁啊冇計嘅，年初三啦，我哋講下少少。我年初四、五、六、六、七、七啊，日日出嚟，我日日都開，好嘛？哇，得喎！你個招牌可以耗你講多幾日嘅喎，得喎。係啊，我一個，因為我哋有搞咗個活動啊嘛，我又唔一定嗰一日嘅，我日日我就翻你哋邊日得我就邊日，或者。你年初五得，你年初六唔得，咁我就年初五、年初六、年初七，啊，得唔得？你初二、初三好多勁敵噶，你即係擺初四之後啊，比較好啲。初四之後好啲啊？我覺得係。好啊。不過初三我唔敢答啊，可能少啲。初二肯定有好多勁敵。係嘛？好，咁我年初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連續啊 ，Lily。唔係啊，我哋再公布啦，時間方面。初三唔得啊！